原来一生只爱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。他也是一名军人，是救人，被车撞死了，这辈子就不找对象，就做个永久的僧人。女友早年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，麻志军退伍后毅然决定出家，白天当保安，夜晚化成鲁智深行侠仗义。也许他一直在寻找让他释怀的答案。救人，被车撞死了。这对夫妻战争时走散，爷爷一生再未娶，奶奶一生再未嫁。女友重病，男子在病房给了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走失的妻子，最担心妻子在外挨饿受冻。我打监狱，他把房卖了，我给他把钱给我。你我要房干啥？每当我吃饭的时候，我想他吃的啥？来人，我到外家去，我还有被子嘞。他谁给他给被子啊？在哪去呀？王玉明从小是孤儿，饰演宝霞给了他一个家。当兵前半生一直相隔两地，苦尽甘来却不能白头相伴。很抱歉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关于你老伴儿的线索。严伯霞，你走哪去了？你走也半辈子，我把你介绍给家。为了救身患癌症的妻子，戴敬业四处开讲座出书赚钱，却被人批评有失文人风骨。我的太太身患绝症，药啊一粒可能得1700块钱，我得挣钱呢、我得挣钱给我太太买这个这么贵的药。最终妻子还是遗憾去世。我们再见面，我们肯定不认识。我现在真迷死了，我也老尘满面，老奶奶去世，爷爷六小时后陪她一起离去。手机不值钱，值钱的是过世妻子的照片。我那么多颜色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奶奶去世，爷爷在病房含泪承诺下辈子还娶她。